Hello， 大家，我是西硕。今天我要教你们做的是芒果西米露，然后顺便再教你们外面的那些奶茶是怎么做出来的。那你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出和外面味道一样的奶茶，而且比外面的更加营养健康有味道。接下来准备我们所需要的材料：红茶、水、炼奶、淡奶、糖粉或细砂糖、冰块、西米、芒果。假装这里有个芒果吧，芒果被我吃掉了。准备好这些材料之后呢，我们就回到灶台这边来，在炒锅里加入水，再开火把它烧开。然后这边拿出一个碗，蒸好西米，拿出一个茶杯，放两包红茶进去。然后等水烧开之后，就加入热水进去，刚开，让它翻一边泡着，差不多。泡五分钟就好了，不用泡太久，可能会苦掉。接着往沸水边加入西米，然后把这西米给搅开，盖上盖，开小火慢慢的焖煮这个西米，差不多十分钟。然后我们的红茶现在已经泡了三分钟了，不能泡太久，泡太久就苦了。然后换一下茶包，把它精华的渗入到。